比你的金剑还好哦。哎，换了，他拿包包当武器了，哈哈哈哈哈。我是墨鱼人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萧格九幺的 Minecraft 1.16.1伺服研究，哇，不是单人伺服1.16.1，是的，我们今天主要来探讨的就是 Mythic Mob 4.7.2和 Mythic Artifact 0.1.22。我是认为0.1.22和4.7.2这个搭配可以在 1.16 里面做出最好的运作啦。更新的版本或更旧的版本，我试用后的结果就是用不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做了什么东西吧。嗨，你好，有没有材料啊？没有皮革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合成一下这个道具。首先一个皮革放中间，然后两边放两团羊毛，粉红色的，然后再放四根线。哦，拿到温柔的手套，我的材质呢？好了，我的材质终于好了。看呐，这个就是我做的温柔的手套。你也看到下面有图示讲解了，界面大小三，来三比较好清楚。左键是抱起动物，右键是把动物放下来，这就是温柔手套的功能，而且是有耐久度的。那我们就来抱一下，来哦 ，Creeper 啊，要抱 Creeper 吗？真的？抱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，哦！啊，然后它在头上爆炸了。OK， 那这是我们的功能，那我们再去抱其他动物看看。耐久度不显示。我们抱这个村民，那你会发现很糟糕的，你可以在他头上交易，而且你看不到路，这个时候你又必须按 F5。 好，找个地方放他下来，下来，好，右键就下来了，然后再抱一个，再下来。右键还是会点其他包包的，但是还是可以放它下来的。抱一个，通常是会直接抱起最近那一个。嗯，为什么是你？嘿，好，抱起来了。那就是我们的抱抱手套，温柔的手套。猫咪，喂。喂，喂，猫咪啊，喂，好，抓到了。我现在抱了一只猫咪在头上。会想做这功能是因为有下载一个也是抱抱的插件，之前玩过抱抱模组，蛮开心的。然后也找到一个抱抱插件，它的抱抱的方式就是左键吗？哦，空手的时候，空手右键可以把动物抱在自己头上，然后按下 Shift， 动物就会下去。它的功能就是抱在头上，但是它那个插件啊，功能有点少。它那个可以抱的动物是有限制的，要等作者自己更新才能抱更多动物。Mythic Artifacts， 对 ，Mythic Artifacts。就用了这两个插件，试着模仿，然后做出了这个东西来。所以现在就是什么都可以爆，基本上比那个插件还厉害。只用了 Mythic Mob 和 Mythic Artifact， 用了这相关的东西之后，现在什么都能爆了。不过虽然什么都能爆了，但是性能不能保证啊，而且有时候会爆到奇怪东西。
这样有时候会抱不起来，啊，有时候会抱错方向，所以效果来说是比较差的。毕竟它有很多功能无法正确执行，所以像这样子会也会不小心误开包包。但是能抱所有动物来说，知道这个是蛮好用的了啦。我是墨鱼人，看到我精致的大嘴巴了吗？哇哦！好，下去。嘿，墨鱼是个会自杀的生物。哎呦，来不及了，相当简单。温柔手套就这样，相当简单。你看这边都是测试失败的，然后简单来说就是你触发一个技能，把生物抱起来，然后其他按法是可以把它放下来，顺便再扣一点耐久度。然后你攻击生物的时候，你就取消伤害，避免你不小心打了人家，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个简单的温柔的手套。我想做个奇怪的东西，这样子吗？OK，哦，因为背包插件没装，所以现在背包没有效果。其实这是金剑。金剑。我是想看看那个，突然想看看朱布林，他会不会把这个东西拿起来装备之类的。好像私服可以这样盖，是不是？可以哎，哈哈哈，好大的地狱门啊，丢！身上有没有？有很多不怕死的道具，然后抱抱手套也有，戴上了。但身上就穿着最强的装备，虽然没有附魔。OK，我们过去喽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地狱。哇哦，现在直接来到我们根据地了。根据地呀、啊，关门，关个门，开个门，关个门。OK，那我们把那个朱布林放出来。哎呦，凶啊，给你！哎，他正经起来了，他建起包包了。哎，你会装备起来吗？哎呀，没装备啊。是因为那把不够好吗？你要这样子吗？包包还我了，也是啦。那我们再看下一只朱布林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记得你都不会装备的。如果我在上面附魔，他会不会装备呢？给墨的。可以哦，那我们直接复制更多包包出来好了。OK，哎呀，又是拿十字弓，那可能就不要了。你换不换啊？哦，漂亮哦，这光芒。不知道是光影的效果还是怎样，感觉特别漂亮。哎呦，你不换啊？我想他可以换那个包包当武器，应该很好笑。结果好像不太行。哎呦，有金剑的了，给你。不要抢啊！你会换吗？比你的金剑还好哦，哎，换的，他拿包包当武器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拿包包当武器，这家伙拿包包当武器，太可爱了。给你。拿着包包，又拿更多包包，会拿成双剑吗？双包包当武器吗？不会。所以证明了朱布林会觉得十字弓是最好的武器。拿金剑的话，他就会把金剑换成你的更其他金剑。当然要有附魔，有附魔他才会换吧，不然他就会拿十字弓，他是不会把十字弓换掉的。他觉得十字弓比较好。不会换成这个包包，不是，这不是包包，这是金剑。嗯，我再看吧。你看他还是拿十字弓，他们超爱十字弓。好的，拿包包啦。那我把你抓起来。好，我现在抓了一只朱布林，在我头上，他正在检视着他的包包。哎，他在揍我。哎，他金剑丢给我了，真好玩。哦哦哦哦哦！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了！卡墙！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什么动物都会抱起来的啦，没问题。那么就是狐狸，别想跑、哦！超强的温柔手套之力，别想跑啊，狐狸！过来，耶、yeah, ，抓到了，好像有效范围是五格内吧，五格内都可以抓得到，这手套是非常厉害的。来，就是羊驼，羊驼的话，你看东西跟它右键，它是会无效果。你想吃金苹果的时候，如果羊驼在你面前，就变成要喂它的样子。所以羊驼的话，你拿道具对它右键常常是没效果的。对，就连这个手套原本也是没效果的，原本也会在哗哗哗哗哗的，就是因为你要加这一行 on interact 把它放下来，不然的话像这样子把它注解掉之后呢，注解掉之后，我想我应该是无法放它下来了。哦、oh, ，好，可以。啊，这样就不行了。我按到墙壁了吧？我现在右键的墙壁的方块，所以它就不下来了。所以呢，为了避免按到墙壁方块这个问题，这个还是要开起来啦。Uninteract。所以我还是不太清楚啊，可能因为。因为这个啊，这两个插件啊 ,4.7.2 和这个这两个都只声明了支援到 1.15, 1.16 是不支援的、啊、所以会有这些 bug 也是蛮正常的。然后现在可以下来了。On Interact, 打开之后它就可以下来了。虽然有点可惜，有点小问题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啦，毕竟终于可以把动物直接强制抓走了，比起用那个拴绳，直接抱起来好像比较干脆嘛。虽然有时候你会造成卡墙的意外，害人家卡死，但是呢，有个大问题哦，不是大问题啊，是原本设定啊，你抱着生物的时候是不能穿越的。对，你抓着生物的时候，或者你骑着马的时候，是不能进地狱门的，你必须这样子才能过来。居然回家了，好、哦、好的，那个这是今天的 1.16 的 Mythic Mob 的介绍，做出了一个Mythic Artifact Mythic Artifacts Yeah, Mythic Artifact 包包手套，这个就是这次的成果啦。
透过 Magic Artifact， 我可以透过包包手套来抱起所有动物，不管什么都可以被我抱起来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当然帮动物搬家更方便，你也可以不止帮动物搬家更方便，你也可以拐村民到处走。对，就像这样子，超棒的，对不对？